感谢做派，健康跟我来。哎，你们发觉现在的人很忙碌，对不对？大家啊，每天就是冲冲冲，把你自己都搞得很疲累了，然后完全没有办法放松。那么忙碌的都会人，如果说是要放松的话，怎么办呢？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能够到山上去走一走，到郊外去踏青。如果说你能够在吃的上面呢，回归到最原始自然的方式，那就更好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粗食料理专家唐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，吃粗食到底对健康有什么好处，以及他现在如何当一个快乐的野人。